而且你，如果你想着自己去杀他的话，很容易给机会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先人，也是为了后人。就是要让他 Q 这一下，他 Q 这一下，兵线才能回来。再 Q 一下，对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嗑药，然后他暴女速杀来上路，我们二级不要学技能了。我们的前线是魔法城池，因此值得为之献出生命。拉扯，二级不要学技能，他暴女来不了，没那么快的，兵线推进来我们死不了。接下来就不要换血了，换血他暴女必抓你。自由的节奏，想跟上就不要松懈。假装诧异，其实没有。我的舞有42种形体，他们只看得到一种。这里要鳄鱼 TP 了，鳄鱼被我们打出 TP 了啊！安静下来吧，为生者奋战。既是平静的海面，又是汹涌的风暴。好想提升。杀一个，不行，留着，就赶紧上。这把得让中路起来，我们只有一个 AP。中路如果刮不动的话，就没事。平原漫步，也曾在青草之河垂钓，这片土地认识吗？暴女没事，被那个爆炸果实扛住。有任务，和平必须流血为代价。哎，路。如果不被爆炸果实弹走，我还可以多杀一个，还可以杀个暴女。刚刚那个意义的很完美，对面都没有控制。他们的武器很强，但我们的意志更强。鳄鱼不敢吃这个线，怕被抓。感谢各位的订阅，感谢各位的鼓励。今天一毛钱卡粉丝牌，卡个牌子。
现在应该暂时不会打架了。暴力有一条。第三件是为了做肉搏，第二件得有伤害，所以做智慧默认。应该不会死，碰掉。能不能给老大清个助攻啊？听到。就让卡牌一直扣。机会得抓得准，抓得稳。刚刚那个暴女从那边过去就是一个机会。队友跟得好，跟得快。坏了，操！那抛成肉。感谢各位的订阅，感谢虎娘。行动起来！一道，只有一道。保护我方无不成。
这波没死，很关键，这波没死，这波洛救我们狗命了，还好洛没有放弃，这波洛没有放弃主播，不然这波主播死。能拆吗？不能拆吗？不能拆，算了，大的话算了。打下，声东击西啊！这不，假装打前排，其实打的是后排。一个一逼住对面的后排不让他们过来，然后再强行打他们的辅助，让对面的输出点过不来，让对面辅助白掉血。